学佛啊，咱来发大心啊，立大愿啊，行大志业吧。咱若有发安尼的心，立安尼的愿，追求佛法啊，才袂去互伊偏差去。所以咱爱有大根基大地啊，信大法，解大理。修大行啊，立大因，成大果，会当安尼啦，才会当称为觉有情者。逐天，咱敢毋就是希望咱会当成为人间的觉有情者呢？啊，人生啊，苦难偏多啊，菩萨啊！就是为苦难众生啊，多加助盘在人间中。当然，来了人间呐、啊，开始呢，就是宣扬佛法啦，接引众生，众生初闻佛法啦，起欢喜心，这叫做信法义。开始伫咧学啦，啊，开始要学，都爱有迄个因缘根基，等到大法啦，咱接受啦。这种根基，也就是过去生虽然也未尽，心定正觉，也无法度堪得讲道家慈旁。不过，伊过去，我哪有结到安尼的缘？这呢，拢是过去有因缘呐，啊，一代根者哦，过去都已经知咯，只是呢，也未到达迄个最成熟的境界，即回阁有缘呐，所以有代根基，搁在期待。还是有积足迄个智慧啊，所以接受了佛法，他就会相信啦。身为道观功德庙，尤其是呢正信，所以呢这种的正信大法，这都会当了解呀、啊，大道理，大道理呀、啊。那就是大圣法，伊唔只是信，可以当了解，所以呢，伊会当专心修持大圣。这个大圣啊，就是菩萨行，上不断求，上求，那下。化化度众生，所以有上求下化，一方面直直学啊，追求佛法的正理；一方面呢，真殷勤啊，为大地苦难众生，还是不断施教。咱接受到什么款的教法是正确的、是好的教法？赶紧把这个教法啊！搁再传达予别人去，这呢叫做修大行，尤其是立大因啊。咱过去既然有这个因，这世人成熟，当着安尼的话，要好好把握机会，唔通去予伊空过。那立家己呢，诶，过去的大缘呐，搁再呢。为未来众生的因，能够造福因，结善缘，这拢叫做立大因呐、啊。有这个因呐、啊，咱呢，甲大家人来结这个缘吼、哦，所以成大果，将来啦，咱过去生也未成定正觉，这世人呢，嘛已经愈来愈成熟了吼。哦那来世人啦，会更搁再较成熟，所以呢，
只要咱的守护咱这点心意不乱呐，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不断的成因，不断成果，因缘呐、果报呢，不断累积啦，这呢是大因大果，安尼才会当到各有情啊，就是菩萨啦。觉悟世间的苦难众生的有情人，是甘愿来的啦，也甘愿入灵群中去啦，会当上求下化，这就是觉有情者，因为发化会上啊，都是拢发大心入大愿啊，那除了呢？在佛陀的僧团啊，佛陀呢，感觉因缘生相，也是要甲僧团呢，那转一个方向，希望僧团人人会当发大心立大愿，所以要教菩萨法，在法华会啊，伫要开始教菩萨法的时。八万人的菩萨啊，也是从十方安尼来啊，啊，总是四方八达啊，发大心立大愿都来了吼，在各有情人都到位了，搁在呢，哦，天龙八部啊，诸天护法嘛拢集齐了。也同款的降临在这个道场里吼，来成就这道场。所以现在呢，就是讲人为提起主恶下世王，以欲干不迁观想机，为提起主就是恶下世王啦。伊嘛甲伊个惯性呢，有若干人，或者是不迁惯性，应该也是讲袂少人。一位国王啊，既然都出来了，当然呢，随和嘛真多啊。尤其是这个国家大事呐，信仰佛法嘛无少啊。但是呢，伊恶下世王代表。恶下世王证明呢，各有为提起啊，这为提起啊，就是观无量寿经因缘的发起者，那就是恶下世王的老母啦，也嘛是吼明波沙罗王的夫人啦。佛在说法这个中间，已经是恶下世王的时代了。吼，啊，提起了为提起啊，伊是安怎？有这个观无量寿经的开头，那所以给标明在这个所在。那这当然都是有安尼的因缘呐，因为呢，恶下世王也未出生的以前。同款照这个例啊，并不沙罗王请一位呢真有名的相师来为提起，看伊的怀孕这个囡啊，将来呢是为这个国家会成就什么款的大业？但是呢，迄、那个相师啊就讲为提起夫人。怀孕这个囡啊，将来出世了后，会对国王不利，就是安尼的一句话。所以这个国王贫波沙罗王啊，他呢就定定心呢，真正的忧郁，伊真爱伊的夫人，当然啦、啊，嘛真期待呢，怀孕这个囡啊，将来呢。是会当继承伊个王位，所以啊，伊就是逐天过着真无欢喜个心，总是囡仔出世啦，
伊去想到迄个算命先的话，所以伊一时呢，安尼无名气啊，这囡仔呢，扑来都该弹落去。那结果呢，这囡仔呀，叫弹落去的时呢，将来的公路啊，赶紧呢去改铺起来，将安尼呢，国王。在这个中间，这个举动呢，伊家己嘛着惊，因为伊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无应该呢有这个动作啊。所以呢，看到惊去互宫女救起来，家在无损伤，敢若枕头啊有伤啦。所以伊开始对这个囡仔真疼，好亲像心内有一个内疚啊。所以呢，一直呢，都是真疼这个囡仔大汉啦。从安尼开始，这恶下世就伫一个真好的环境中，爸母呢真慈祥，都是真虔诚的佛教徒。这个国家呢，风物顺调啊，所以伊是伫这个。真好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个囡仔，但是大汉啊，佛陀的僧团啊，有一位呢，提婆达多，其实提婆达多呢，嘛是佛的堂小弟啊，伊真聪明，伊呢听法会当了解，但是了解是了解，无法度呢彻底入心嘛，所以呢。心所怀到的，就是一挂真不规则啊！要安怎呢？破坏佛陀的僧团，要安怎样杀伤佛陀？这伫佛教的故事中嘛真多啊！这个典故吼，亲像阿弥的人，伊呢甲恶下世啊，啊都真好啊，他就是尽量呢。去添离这个乌下世，定定在乌下世的身边显伊的神通，所以呢，乌下世受提婆达多的影响啊，开始呢，心也有一个叛逆吼，一个反逆的心态，所以两个约束，你反佛做新的佛，我来反我的国王。我篡位，我会当做新王，所以两个人呢，安尼合谋起来，有一回啦，兵部沙罗王出城去，这个机会呢，恶下世啊，从宫中开始呢，完全封锁国王入来啦，从安尼呢，用伊的这个兵将从国王抓起来。安尼，甲伊禁入牢狱去啦，无要送物件互伊食。但是呢，胃提虚啊，真烦恼。所以，伊每一工只好都是去炒一个糖啊，翻着面啦，啊，互伊安尼有营养、有甜的物件，安尼呢，抹抹伫这个衫穿的内底啊。入去探牙吼，国王就是靠这个蜜甲糖啊，安尼来维持伊的这个性命。那这中间呐，维提希夫人呐、啊，她感觉到讲人生啊，哪会这么矛盾呐、啊？最亲最爱的囝。变就变啦，安尼呢，做这种恶业的罪啊，无法度通好来解辅导伊呢。对这个人间，伊真厌世，但是呢，为着国王，为着这个国家，所以伊只好爱忍耐。不过呢，伊的心灵的依靠就是佛，所以伊向佛啊求法，佛陀呢。就为伊讲解《观无量寿经》，
成就为体虚啊，迄、那个无生法忍，互伊呢会当通了解你都爱忍耐啊。人世间就是安尼啊，五浊恶世啊，娑婆世界是堪忍，所以呢，你一定爱超越这个堪忍，为无生法忍。所以，真用心，在这个净土法门，那就是《观无量寿经》吼。所以，愿望呢，这个愿福体啦，那向往着净土的地方，所以受《观无量寿经》啊，得到迄个无生法忍。虽然是一面修学佛法啦。虔诚的念佛修净土，但是逐天啊，还是照常同款呢，用糖啊、蜜啊，那去供应予伊的国王。但是这个代志呢，乌夏是知影，他就叫人啊，去把迄个牢狱的门给封起来，才安尼呢，为提起啊。再也无法度搁再入去啦！这个中间呐、啊，国王啊，伊嘛是信佛啦，伊呢感觉万念俱灰啦，啊，要安怎呢？伊还是用真虔诚的心啊，向着迄个灵鹫山呐、啊，祈求佛啊，会当救伊啊！所以佛陀呢，知影派遣目犍连。去为伊说法，当然目犍连嘛无法度好入啊，透过了迄个罗岳面顶的光线，目犍连运用神通，迄、那个声音嘛入迄个罗岳去，都伫这个中间啊，乌夏世王甲伊的老母为提起啊，共同伫要食饭的时，乌夏世的囝。真调皮，啊！耍一只狗啊，一直呢，都要甲迄只狗啊耍啦。啊，若要叫伊食饭，伊就讲哦，伊爱狗啊来甲伊坐做伙。啊，乌夏是爱囝心切啦。好啦好啦，狗来啦，那囝也来啦。安尼呢，迄只狗坐伫伊个囝个身边，乌夏是真慨叹啦，就甲伊个老母讲。我当当是一个国王，我竟然呢为着爱我的囝啦，所以我甲狗共度食饭啦，为提起啊，伫这中间真正哩忧切啦，就甲伊个囝讲：你敢知？你细汉的时啊，你的脚趾头啊有受伤，内底工人迄个脓啊。真多啊！你痛啊，疼啊，肿啊，你哭啊！你的老爸呢？为着减轻你脚趾头啊，内底工人迄个肿起来，为着要互你较快活呢，伊呢用嘴啊，甲你说出了你的脚趾头啊，迄、那个人甲血，迄当阵乌夏是听着。伊非常的震撼啊，嘛非常的忏悔，赶紧叫人啊，要去啊，甲拍开罗家的门，要请伊的老爸出来。多伫这个时阵，目犍连啊，啊向贫婆沙罗王讲到，四天王天天人食的物件，胜过了咱人间，伊一时呢，起着迄个贪著的心啊。好亲像呢，伫咧食迄个物件，安尼想入非非啊！忽然间听到外面的声音，乌夏是要来开门啦，请伊出去。伊安尼忽然间啊，听到的是条件，我进来要开门，一定呢是要来杀我。迄是一时的动念起来，啊，原来是五真侪工啊啦。我那无体啦，搁在心着伫迄个食哦，这四天王天的食，所以啊，伫这个中间呐、啊，条件全呢
往生哦。从这个时阵，乌夏世开始呢，真悔悟，很忏悔。迄当阵，乌夏世家己也有病啦。乌夏世的小弟就甲乌夏世王讲：“哈、啊，你逐工安尼嘛，唔是办法，佛在灵鹫山啦、啊，伫咧说法。”你是不是赶紧去求佛啊？请佛甲你开示。迄当阵，伊去啦，文殊菩萨呢接引乌夏世啊，甲乌夏世带到佛前去呢，就安尼呢，忏悔过去的错误啦，开始归道佛法。但是呢，伊都是破病啊。病嘛是一日一日的沉重，不过呢，伊发愿护持佛法，所以佛陀要讲《法华经》啊。迄个时阵的乌夏世嘛是破病啊，到佛的面前，在这个法会中啦、啊，了后鸠摩罗什伊在咧译经的时啊，故意呢就把维提希列入吼。其实不是维提希夫人在这里来的，是维提希的子乌夏世在这个道场的来的，所以要让人知道说维提希呢，也就是启发了佛陀有这个因缘，让佛陀呢讲解了观无量寿经的一个人，也是国王的老母，所以把他的名字列出，所以这个地方才说为提起主乌夏世。各位学佛啊，咱爱发大心入大愿啊，这个大愿呢要安怎入呢？咱过去生中，现在生中呢，咱应该呢爱好好发大心吼，那修大圣行啦。咱爱立灵根呐，好好呢，顾好咱的大因呐，才会当将来成大果。才袂讲迄个心呢，一时的动念呐，造成了呢不可解的缘吼。所以乌夏世呢，另外一个名叫做弥生缘，也未生出来以前，老爸都真缘呐吼。但是呢，生出来一个激动呢，就有立了这种的缘起来。总共一句，学佛啊，时时爱顾好这颗心嘛，所以多用心哦。